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北京时间3月23日 ,NBA 常规赛老鹰对决尼克斯，整场比赛杨25投13中3分15中7拿到了45分8助攻连刷纪录。此番来到麦迪逊广场花园，有着杨市长绰号的特雷杨没有意外得到了纽约球迷的礼遇，那句熟悉的口号 FXXK, 特雷杨再度响起。可是特雷杨一打尼克斯就来劲，他过去三场在这块场地场均能得到 32.7 分 8.7 个助攻，三分命中率达到了 38.1%, 场均有 9.3 次罚球，罚球命中率 89.3%。 这次在纽约球迷的疯狂嘘声下，杨又爆发了。第一节老鹰最后一攻只剩下 0.6 秒，博格达诺维奇直接发底线球长甩前场，尼克斯压根没有想到他们能完成这一攻。只见杨跳起接球，空接打板命中，完成压哨。杨投中这记压哨球之后，转身面对尼克斯球迷做了一个双手下压的动作，示意安静。这一球成了杨上半场火热状态的缩影。上半场打完，杨出场20分钟，投篮14中7 ,3 分8中 4, 发球8中 6, 砍下24分 ,1 篮板 ,5 助攻 ,1 抢断，只有两次失误。下半场回来，杨延续火热手感，三节结束他3分12中 6, 已经轰下38分。不过尼克斯一度反超的比分。但是第四节最后时刻，博格达诺